帝陵、显圣道、藏善其人、渡仓皇也渡不了这断肠之人现业障。哎，说到咱已然是脚踏北魁，玄州阴阳撤令叩门，问四方来者须知。对面是韦陀天之大罗王，这边乃是伽蓝菩萨关云长。前面的山坡怎么有这么多人跪着？师妹伴王两威武，大家好，我是狼肉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打鬼。这里是第二章，我狼肉录制第五期啊。而直至现在，一路莽杀，步步为营，已然来到了第三关嘛。这不正要打第三关的 BOSS 吗？前面两关，第一个魔道士剧情润了，第二个养鬼也剧情润了。其实弄不弄死他无所谓，他们的团口已然能给抢了。再往下，咱还得继续圈地，大体就是每个剧情了。然后真的路人说一句，别走啊，这期可精彩了。这期的 BOSS 可特殊，我斗法场景不比那个关将手要长。你看我定场提到了帝陵显圣道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这期是真有帝陵大仙大战仙魔。帝仙啊，攻击力还真不小。按理说，各位到 BOSS 之前我都不需要收集任何，但每个人打法不一样，我就这一事儿啊。还一点，我这玩到第五期我才发现，鼠标中键是锁定，看到没有？我说出来真有点汗颜啊！他竟然有锁定键！娘的，我反应是不是有点迟钝啊，各位？不耽误，不耽误，后知后觉总比不知不觉的强啊，各位。这有锁定键了，那不就一贴一个准儿啊？你这还往哪跑去啊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可劲儿点嘛，所有输出不糟践了，不像之前啊，跟他们喝了二两假酒似的。张哥，我纠正一下，他说的古玩不是古玩，是儿童玩具拼图版。谁他妈藏在古玩里面挣出金是绝对想不到的。谁能告诉我他们说话古玩就是儿童玩具吗？儿童智力小游戏。不过你要说他古玩吧，也差不多，现在见不着了。哎，现在小孩也玩，只不过那时候叫模板，就拿手搓了嘛。大多图形都是圣斗士一系列人物，只不过咱找到这个古玩好难啊。这对于我录制的这一期游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，就在这个门里面。你得先推个箱子，打开阁楼，古玩就在上面。其实吧，这个环节我大可以跳过。
泣不成声，那叫一个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内雨，这下眼皮跟开闸似的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哭的都晃神，往前走道脚都打晃了，手里捧着个包裹也是越来越沉啊，请注意这是重点。这老头可不管这个，往反方向走，越走越远。这孟姜女倒是一道个字儿，哇哇，反正这个哭声洪亮，响天彻地。这前面大老远还有个老太，一听这谁呀、啊？这是顺着哭声走近一瞧，怎么了，闺女啊？你这是要哭死节奏，怎么都不带倒气儿的？怎么回事？这孟姜女一边抽泣着，一边把这个事前前后后这么一说。这个老太一听，那真是悲愤交加啊！这老头，那前面那个老头真是不是个真玩意儿，哪有这么劝人的？我跟你说，闺女，放开心，不必这么伤心，你还有大好人生，守寡人多了去了，你可以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寡妇嘛，对不对？你丈夫躯体已然陨灭，他生前如果真的爱你的话，他的心灵永远与你同在。爱情这事儿就是灵魂的共鸣，而灵魂又往往跨越生死，只要你心里有他，他永远在你身边，就有如他陪在你身边一样。这孟姜女这么一听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完了，这个老太婆接着说了：“我跟你说，闺女，你这样捧着，你这样抱着，你手不累吗？你背在后面去，跟扛麻袋似的。”你丈夫即便是活着，他也不想这样拖累你，对不对？孟姜女一听，哎，说的也是啊，然后把这个包裹往身后一扛，垫着快乐的小步，屁颠屁颠的哼着曲儿，来呀，快乐啊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哎，就这样背着丈夫的尸骸，开开心心的归家去了。你心就这么大，怎么说怎么是。整活了，接着往下说。说的就是指引孟姜女心境，这个老头老太不是外人，他们是地仙，当地的土地公。等孟姜女走了之后，这老头老太在一起，他得商量这个事儿啊，说说这个事儿，闲聊嘛。这老头也应该是土地公啊，土地公土地婆。这个土地公就说：“这老婆子，你可真够坏的！你别看我那样说他，刺激他，他抱着个包裹，我就是要让他伤心流泪。只有他泪水大量流在自己丈夫的尸骸上面，我再施个法可以幻化他丈夫的血肉，得以重生啊，让他们小两口团圆啊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这鸡的哥。”我这是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在故意刺激他、伤害他，但是潜在的目的可绝对是对他好。你这老太表面好像循善利导、劝化他，但内心歹毒了。你让他背在后面，他的泪水还怎么沾着他丈夫的尸骸啊？那他可真是守寡要守一辈子了。然后这听了这话，这老太有话说，就是土地婆，就是你不要忘了咱是干啥的，咱是地仙，执行天道的，是公务员，要有职工作准则的。话说这个人都生死有命，你这么干的确是出于好心，但是你不干扰因果律了吗？你看这个孟姜女可怜，你就给她丈夫偷了个生，你偷谁的生啊？人家活得好好的，人家该着了。然后这个土地公说：“做人做神不能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！”就这话题，老两口在这吵起来了，吵着吵着就吵崩了。行。然后这个土地奶奶说：“咱别吵了。”拿那个拐杖往地上一杵，带着气儿画条直线，瞬间幻化一条深沟啊！从那之后，这条沟。人们就给它定名叫台湾海峡，这边就是台湾，那边就是大陆，所以现在台湾那边信奉的是土地奶奶，咱这边就是土地啊，也不是绝对啊，反正大多数吧。这道民俗的起源，这个典故就是从这来的。结果这个事儿讲完了，还没品完。话说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土地公爷去点题呢？因为这个游戏下面有一场戏是土地爷的重头戏啊，那真是闪亮登场，气势磅礴。可以了，过了，正好。我快速跳了，有兴趣朋友可以低倍速去看啊。我这么操作，各位也别犯闲。这个背景故事我也不能说啊，就是我不想说，一个字儿都不想说。反正这个游戏在我手上，我尽量覆盖的是鬼神。对了，我得做个调查，我这不是刚收你的电脑吗？所以呢，这一期我录制是开60帧，码率还调的还挺高的，我不知道上传上去之后效果怎么样。听说的平台二次压缩之后剩的不多了，但是应该能保证60帧吧。如果从此之后感官能大幅度提升了，我这个钱也不算没有白花。这个地方注意啊，前面有个秒杀怪，给他盯死。对，躲一下，你听那高跟鞋。会用锁定键了，真的不用怕他了，而且操作手感大幅度提升，一会儿打 boss 各位就知道了。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事儿啊，主要是围绕着土地爷，
其实像土地爷的民间故事挺多，特别是民间，因为他民间的神仙嘛，天庭给他定的神位是叫福德正神，因为他生前的名字就叫张福德，放在人间呢，咱也叫他社神，社交的社，隶属于道教地仙一系知名度最高的。为什么要说他呢？因为你看这个游戏，它有个潜在剧情，隐藏剧情。因为最开始他不说嘛，有一个土地庙让人给拆了。沿路一直收集这个土地公他的神像的碎块，就他的神像让人给分尸了，咱先收到了那个木雕，还有他的上半还是下半。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咱进不了这个门啊，可以从后门直接翻过去。OK， 过来。总之这个钥匙我是一直没找到，各位。反正和之前的弹珠了和那个幸运罗盘是一样的，就是游戏的一个奖励机制。这也是一个幸运罗盘类型的赌具吧，最高能拿到还是那个50头，但这个和上一个不一样，上一个再拿到咱现在已经戴上了，是不是？咱现在头上戴这个给的 buff 是无限加蓝，这个是牛了，无限加红。哎，一这么想，各位朋友可能会说，赢过来之后两个都戴上，红蓝都不用担心了，你这想当然了。咱先不考虑现实的意义，你怎么同时带两个50头这个问题啊？真这么搞的话，就打破游戏的平衡性了，下面 boss 什么的就没法玩了。而且我也不想戴这个头套，戴上这个头套也许不用考虑会不会死的问题了，但是下面这个 boss 你打的时候你才知道蓝的重要性。你蓝跟不上狗这点了，根据咱现在的补给也没问题啊，但你总亏着元气，总亏着蓝，你技能输出跟不上，你这节目效果很拉垮的。所以这个无限加红的头套呢，我的心态就是我可以不用，但我不能没有。哎，就这么个东西啊。那个一戴上只能舍弃之前的那个加蓝那个头套，所以咱还是用这个加蓝吧。下面我要不停的法术。这该说不说，这个50头这个狮子，它的原型是我之前说那个龙鸠子之一酸泥，这是咱这边舞狮的民俗活动一个起源啊。当然还有其他说法，就是在东汉时期大月氏进贡了一个金毛雄狮啦，还有说是之前唐代那个军队里面的五方狮子阵，还有说这个狮子是印度佛教的那个四祖尊，这都没意思。就按咱古华夏传说龙鸠子之一酸泥来讲，大多特指它是须弥座，它是烟灰缸。他们怎么说的？烟缸、香炉。你看这个舞狮，它在南方是叫醒狮。为什么叫醒狮啊？它的起源就是在华夏传说十日并出大羿射日之前，有一个叫女丑的上古巫邪啊，她的坐骑就是这个酸泥。对，我知道有据可考的，她是骑的是个大螃蟹啊，但在这个事上，她骑的就是一个狮子。这一开始女丑不是要解决十日并出的问题吗？结果给烧死了。作为她的坐骑，这个酸泥她不能看着，上去就吞了一个太阳。你想吞进去之后那多热，直接也给烧死了。吞完之后，这个酸泥这个狮子肯定是死了，但是内脏全部给焚完了，所以不停在那吐烟。哎，就根据这个形象，后世给她定了性焚香炉嘛，停着吐烟。然后她不是吞了一个太阳吗？所以才有舞狮夺绣球啊。而之所以南方叫他醒狮呢，他最后醒了，他至于怎么醒，咱也不说这个了，这他妈正戏开演了。这间庙怎么倒成这样？那间庙已经是废庙，里面已经没有神了。这里的风声好奇怪啊。翠玲，你等一下，前面的磁场很强。磁场？这种地方会被鬼牵走，一般人不会想来这里。我们还要过去吗？这里有埋一张音符，不用怕，这意象对我来说就只是小事一桩而已。手是青龙偃月，一缕长髯，身长九尺，面如棕榈，唇若涂蓝，丹凤双眼，卧蚕两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不怒自威。胯下赤兔马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姓关名羽，字云长。后世敬仰美人佛道如追捧，伽蓝殿是尊呢。那是什么了？你关二爷爷。神像都敢附身，照我看来是满满的孤魂野鬼在控制他。这鬼神像就是在保护这张音符。他要走下来了。
吗？看样子没有其他办法了，有我在，别怕，我要出手喽！好。该说不说，这个鬼王他胆儿是真肥啊！这得亏上面关帝爷太忙了，没顾及他。不说了啊，影响操作。得，你看起来这身姿很有压迫力，威慑感。多，这第一阶段我能摁着他打，反正在暴走之前，他真的没有还手余地啊！你给我来一个九天，不好用啊，不好用啊，各位。没使出，算了，给我说这个九天喜欢玄武很帅啊，但是不适用，硬直了，行，猛烈输出啊，就用这个百花归下。看好时机，躲，他这个地震是拳头伤害。这招是最难躲的，各位，前腰不是很明显，就一抬腿是。二段了，要暴走了。注意这个防这个拳头攻击，你主要时机这个时机是最不好拿捏。再往下可就难了，是他摁着咱打了。我说的就这一招啊，太不要脸了，你根本看不到前腰，就他那个刀蓝光的时候他就要扎你，但是你很难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的刀片上面。至于其他的我还真都能躲得开。要占地，躲收。华盖，这个华盖他是帝王伞啊，以前帝王都说寡人，这个寡就是。看到没有，要炸我，完了，吃什么血的？你看这不就被摁着打了？往后一撤，太鸡贼了。别，上个盾。各位，你看他攻击指导，什么五雷符了，什么净瓶了，真赶不上他脚啊！你就净在那前腰打断。我操！你看这个李花算是出手收手比较快。行了，最后一击了，各位，你给我死吧你！耶！什么情况？你还好吗？手完了，卡 bug 了，真就同归于尽。辛苦你了，连锤。行，咱重新来啊！刚才那把就当做怎么没发生。我操，开局不利啊！抬脚了，左的。整个神像都是铜做的，请忍耐一下。
硬直了，来个帅的啊！九天玄武，走起！我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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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抖，要抓了躲一下，哎，别闲着，接着冲！哎，翘腿了，小心点啊，小心！你只要一看他一翘那个大长腿，就要打玄武。之所以不能用玄武，是因为你全程不能干别的，你不能停止，所以很容易被他掐起来。就这么普通攻击就足够了，我操！哎，这就很老头环了。行了，要暴走了，一段结束。下面才是正餐。对对对，我操，他这个气流啊！注意注意，下面一个岩浆裂缝，躲，哎，躲过来了，哦耶！别贪啊！注意自己来的这黄。哎呦，你看这个攻击间隔。你注意脚下下刀子了。这还好，他这个刀子他有预判提示。对对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躲能躲得掉，但是他吸你的精啊，吸你的黄啊。操！又给艾尔登了。但是这一招别送，就这样。我想说你，跟上去，艾尔登，哎，躲开了，别急，你看天上，保持移动，保持移动，千万别停。这刀子下的一顿摧枯拉朽，只要被扎了，你就四下逆倒。又给吸黄了，没招啊，没招，再等等吧。这可是还带着回元气的头套，愣是顶不上黄条，可见我之前说的必须要带这个石头。这个刀子防不胜防啊！黄条又亏了，你这要是带那个红狮子的时候，你就看了，回血都是对躲的移动移动。完蛋，我只能等。我知道有人说你吃那个硅胶啊，但是不要忘有硬直啊。行了行了，他死了他死了，最后一招我得酌情发剑啊，还是用那个九天玄武，最终打出一个漂亮的 combo， 希望如此。我操，节奏没拿捏，我无所谓了，死就行了呗。这我说一下，咱打了半天，杀的可不是关圣帝啊，只不过是借关圣帝的神像武装自己的亡灵罢了。崔林，你还好吗？手。所以红啊，快来给我做个大保健。辛苦你了，连闯三关。你的意志力真的很强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来吧，还是老一套，是非化缘绿白星，飞翼干光射鬼计，嗖哈刺，化王无变星辉影，嗖哈刺。这道排完起伏，咱看都看会了。这七星剑表示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呗。时间走散，我要留在这里等你们投胎回来，我要留在阳间等到我们一家团圆的那一天。
各位说，这就是上一座的鬼王。原来是这样，为了不让外人进来这个地方，也不接受任何的沟通，坚持要守在这里，才会变成阳间大家说的恶鬼。阳间的人一直想赶走他，所以他就武装他自己，最后走火入魔。你看这个翠玲。翠玲，下面这一段呢，我就不表态了，各位。反正我个人感官挺尬的。姐姐，姐姐。你醒了吗？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姐姐，你不要偷偷哭好不好？我没有哭。身体好痛，我好痛苦哦。姐姐，谢谢你。怎么了吗？姐姐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拿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，里面都是零钱，那都是姐姐你存好久的钱。你带我坐公车去那个好远好热闹的市集，我看到你把小铜板叠起来，去买我最喜欢的糖葫芦给我吃，我好开心哦！我每次想起来就觉得好幸福，我有这么爱我的姐姐，我就觉得很满足了。姐姐，你不要再这么辛苦了好不好？我已经不行了。妹妹，再给姐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再等姐一次好吗？姐再去找找看，一定还有办法可以救你，不要丢下姐姐一个人好不好？姐姐，不得不说，上一座那个阿婆的确是感动到我了。这座想沿袭这个剧情特点吧，但是劲儿使大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后面还有呢。咱先不说这个，眼下就这个 boss 还有事儿呢。哎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福德正神土地公嘛。翠玲，我没事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好。我感觉不到其他的音符，看样子都被破除了。前方不远处传来了恶魔的咆哮啊，咱还得继续往前走啊。从中间洋房的方向传过来的，听起来像是被关起来的野兽又被放出来一样。你还可以吗？我可以的，不用担心我。刚才那一招原本是神明在用的葫芦法术，可以把鬼怪吸进去。我借用道长家的法器，把这个法术灌进去。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玩意儿啊，反正我是用不上。而打小怪的时候来再多呢，他可以给他吸成一撮。问题是这个游戏小怪他什么东西都不爆啊。然后下面重点来了，各位，游戏到这个环节，它有一个隐藏剧情啊。如果你不触发的话，到结局都看不到，就是和刚才那个土地公有关系的。就那个土地公啊，他到底让谁给杀了呢？咱现在不是收集他一个木雕，半个木雕，还有一个拐杖，还差一个上半身就集齐了，就可以触发隐藏剧情了。哎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别忙着走啊！
就在这个破庙后面往左手走，反正这个土地老可牛逼了，一改往日我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对这个神位的态度。就在这儿，哪个神像的上半身？土地公爷爷，怎么会只剩下木雕？魂已经不在了，已然是魂飞魄散了。我知道神灵嘛，没有魄，那就魂飞了。下面就是皇上拿这个木雕，算是触物司人，就是触物司神啊。你仔细看这个切口啊，看这个角度和平整度。别看老朽平时在神仙这一圈凡事遇事畏畏缩缩的，这放在人间，在我的管辖地界闹事儿，那我可不答应。看我外表枯木一宿老态龙钟的样，不代表我没有战斗值啊，这只不过是我人间形象罢了。到底是何等妖孽，胆敢在我的地界造次？哎，对面打鱼说声吓死你，这边是娑婆世界护法天韦陀，那边是青蓝殿尊关帝君，你就说怕不怕？福德表示，你如果你们是真的，我还真怕上去舔你们的腚，我都不嫌脏，可惜。偷家的鬼儿 ，Come on， 来吧！幸好这个徒弟极限一换一，先行帮他解决一个，不然的话咱在这儿得剧情杀。我想要把这尊神像带回去。你看那刀劈的，正好硬到他的神像上了。行，就这么一段，反正我看很多人做这个实况都没把这段演示出来啊，我算是把这个漏给补了。但是我看很多人都在问啊，这韦陀嘛，乔兰都是在佛界响当人物，怎么能让这个恶鬼、地方恶鬼给上身啊？其实没什么可解释的，他这神像啊，他本来就是个象征，你只有供奉，香火不断，才是这两位大神的神居所在啊。你看这个庙，别说这个庙，这个镇子都荒废多长时间了。不过该说不说，幸好他这个庙门供的是韦陀、乔兰，但是要真来个四大天王、二十八星宿、500罗汉啥的，咱还是真治不了了呢。行吧，本期呢到此结束，这个游戏呢即将到入中后期，后期了，剩下呢还有一个终极 boss 要打，也即将揭开终极剧情。最后呢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狼肉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回分晓。